哇哦！我相信现场，哇！大家看过了吗？看过了，喜欢吗？这是我们家狗狗。原本呢，其实我们有预计想带它上来，来台上跟大家见面的。但后来发现这个在那个场馆这种地方呢，是实在太放肆了，好像不能这样干。不是，我向大家保证，一定会有一场。我们要找那种可以表演、可以带狗狗上来的地方，好不好？好。接下来，大家有人知道我们团名的由来吗？知道。知道。那有没有人不知道的？其实我看好像做过这个问卷调查了。哎，是吗？哎，是吗？没有吧？有吧？要不就做过了，做过了。对。没关系，不免俗的，我觉得再让文超再讲。好，来，让我讲一下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好不好？就我们那时候。Locus 就是我们本来就是他们三个人，然后加我，然后因为一直比赛，一直被说你们没有鼓手很没 feel 哎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找鼓手，然后就是 Golden 因为太帅了，然后就录取了。哎，什么？这不是打，是鼓打还有颜值优先打？哎，鼓不错，鼓不错，哎、啊、呀，但实在帅，好不好？实在是帅。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五个人集齐了，然后就想说好像叫 Locus 怪怪的，因为我们想要做的曲风跟电音开始分叉，对。然后那时候就在想啊想啊，因为我们要报一个比赛，只剩下最后一个礼拜可以想团名，然后那时候就毛起来想，对。然后因为那个就是西武是我们的团名的、那个、他们想了一个团名，然后被我打下来，创意总监，对。我们一直想不止一个，我们想至少三五个，然后就说哎这不行，都是超烂的谐音梗，都很烂，真的很烂，幸好有你，不然我们今天一定没有办法有这些人，因为团名的关系，没听过这话，没听过这话，搞完连团都组不起来。什么团名？什么团名？反正我们那时候什么团名、啊？不要不要不要吗？不要，大家想知道啊？不要一个，好啊，我讲一个。有一天呢，那个时候我文少跟叶斐，我们在那个市民大道附近吃酒屋，吃居酒屋嘛，然后居酒屋有免费的鸡汤，你知道有些。然后那时候文少就想说，要君 Tony 鸡汤你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啊？哎呀，还好没有对吧？还好没有。那时候觉得超好听，我想为什么鸡我不喜欢，好奇怪啊。幸好没有开放那个就是问卷调查什么的。好，总之呢，那么时候我们就已经快没有时间了。然后最后一次开会的时候在阿哲家、然后我们就在很严肃的讨论事情，但那个他的狗就一旁边狂绕瞎忙，然后一直狂舔，就他舔到你的手会滴水那种，就他是一直镀膜上去，然后你的手就那个口水越来越厚越来越厚。然后我们那时候每个人都超燥，然后但他超开心，他说你们在玩什么这样。然后我就看到他，我就想说，哇，如果我们团的那个气氛可以像那只狗一样一直这么单纯的话，好像挺不错的，蛮开心的。我想说，哎，阿哲还是我们当你的狗。绝对不是这样的，当我的狗吗？好，我们上来喽，来文少过来，嘿，好，来文少坐下，嘿，来坐下坐下坐下，再来上上上，来文少握手，操你们。好，大概就是这样子啊。然后我们就现在要进行一个环节了，来。哦，对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你们手上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一张很精美的歌单？有看到哈？有看到自己的编号吗？我们经纪人做的尬电。有看编号，我确认好自己的编号哦。因为我今天我们有个很特殊的活动，我们要抽奖。讲出来了。我们原本准备的游戏叫做 Bingo。哦，对，我们那时候本来想说放那个五乘五的狗头，然后不同品种，然后就大家说，哎，那个圣伯纳，然后就把圣伯纳换掉。那后来发现这个活动在现场的执行难度实在太高了，所以但是我们虽然没有玩 bingo， 可是诚意还是要在。然后我们又准备了有一些礼物给大家，是我们应该会抽出五个奖项。然后呢，有一个奖项最特别，哎，没有。哎，我们铁玫瑰人气涨得不够富哎，玩音乐不容易啊，不容易啊。我的第一名呢会有个奖状，那奖状上面写的冰狗王，哎呀，有表框哦，有表框，也是我们经纪人做的。然后呢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来，经纪人这边来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冰狗王。是要发冰狗王这样运气爆棚，好不好？没错，那时候运气爆棚。然后剩下四个奖项什么？我来解释一下好了，五个嘛，对不对？
有四个呢，大家我知道有些人已经有买好周边那个毛巾了，我们自己很喜欢，我们有四个毛巾的扣打抽出来的，抽出来的，反正好像还好，对不对？我想讲的是，好像反应还好，我毛巾刚刚已经买了，想说哎，瞬间冷掉，是从破活动了，好，然后呢？最后一个我们会由文少来抽，那个抽出来就可以拿到 bingo 王奖状，奖上什么？也有毛巾，还有我们明年专场的 free pass。Oh yeah, like really free. Yes. 所以说，来，我现在准备来开始的抽木奖，看好你们的序号哦。小军，小军，公司。另外4张小军的票。老板，可以换周杰伦的票吗？不可能。买不到哎、欸，集满300张可以换一张。来，好吃啊！对面吧，真的辛苦你们、欸。就是怎么样？你要怎么奖赏吗？